会担任主唱，而且还是吉他手，对不对哈？各位，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呢，要交给我们的阿凯李凯翔，要带来非常棒的音乐的响宴。所以接下来各位是不是用您的双手热烈掌声来欢迎阿凯？怎么说呢？受宠若惊。没有啦，只是呢，很开心的来到今天这个活动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桃园人，我自己也是一个桃园人，虽然可能听我讲话口音，有些人还以为我不是台湾人。对，那么呢，今天的活动呢，就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歌曲是比较有活力，然后就我等一下下一首唱一个很难过的歌。嗨，小小兵，你好，我勾追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下面的真面目是谁，但我不会拆穿。第一首歌呢，会为各位带来一个。